Hello， 我们又来逛黄昏市场啦。这间蛮大间的，真的算是蛮有名的，对不对？我有来过一次啦。那我们就逛逛看有什么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这里有一间哈尔滨水饺，哎，我们之前有拍过，不知道是同一间呐？应该是啦，可是今天没开，有点可惜，不然就给他买一下。而且他摊贩还三间呢。对，我们来挑个3到5间美食，好不好？走吧。那个臭豆腐蛮臭的，走过去的我知道。等一下可以考虑一下哦。你有想要吃什么吗？想要吃个肉的。那一样老样子，叫个一盘的肉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找一下。我是排队排成这样。他卖什么？卖凤梨冰啊。他后面那边写凤心凤梨冰。来，老板娘，毛豆五十啊，宝江餐包，冰卡梨瓜，荔枝地瓜，可以来买。大涛，你不知道怎么找？真的，因为这边是衣服居多，我们绕另外一边。好，这边这边。哇，也太大了吧！还有别的吗？超大，两张面包。两个煎的这个，那一个就够了，四个人。其实我刚看这里油饭，我也觉得想要买看看。真的、哦？要不要一份？好啊。拿什么？来一份油饭。你要小的大的？来小的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好。谢谢。好。谢谢谢谢。他有卖蚂蚁，嗯，这怎么算呢、啊？这个200，鸡翅4只100，这个鸡腿2只90，那我2只鸡腿好了。你们要不要加椒麻粉？可以。直接撒。两个400，然后要辣，搅辣就好了嘛。对，好，这个也搅辣。等一下拿。好。大概多久？谢谢。小洛，不要。这里也一间呢，有日本料理哦，那光是比较大间的。好，哦，这就是他们的嘞。对啊，这太大了吧？对啊，啊，生意蛮好的，帮他买一下。这个、啊、这个比较特别，一个35块。然后扇子哦，这个也蛮特别的。自烧的。这样子、啊、好吧。1000。好。谢谢，这里180。谢谢。我昨天没来工作，我花了8万块了。我的水啊，感情不是那，不是啊，我电池都会。那买个凉的，哪里有？看一下。过去68这边买。你说要买凉的，这个啦，好不好？蛮多种的。哎呀。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冬瓜柠檬、仙草甘草。那我来个冬瓜柠檬好了。一瓶就好吗？一瓶就好，谢谢。好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找一下。谢谢。差不多了吧？再买个臭豆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最后一样。对，刚刚我们就说很臭啊，帮我买一下。那要走最外面呢？没问题。好，有点下雨了。是啊，看有人在穿雨衣。哎、欸，
两份臭豆腐好了。两份臭豆腐。OK， 谢谢。我们先吃炸的，现炸。哦，真的很臭哦。它比较小一点，比较小，算是一口酥吧。我先吃，不加泡菜，也不加辣椒酱，直接吃。我形容它的臭，你用远闻就臭，对不对？你以为这样臭就完事了？你咀嚼一咬下去，爆出来更臭。加个辣椒，这看起来很辣哦。不然加个辣度，再来个蒜水。等下做个 combo， 这一定要一口塞。又瘦又多汁，辣度刚刚好，是我爱吃的臭豆腐了，有点意犹未尽的，再吃一块。吃完这块，我们再介绍别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刚刚吃臭豆腐嘛，喝个饮料漱一下嘴。冬瓜柠檬，哎，这我刚刚喝过了，所以不，它不是那么少。味道蛮浓的，再吃个这个烤鸡。这个外食我刚刚问过老板娘，她说可以在这边吃的。先把这个梗咬掉。不要掉下去哎！不会啊，我们会吃鸡腿。烤的难免不会比炸的那么多汁啊，但是它厉害的点是在于它的味道还不错，烤的那个烟熏味吃起来蛮有特色的，我就来可以点点看，一只45块也算是合理啊。烤的一定都比较贵。嗯。OK 哦，先继续吃。这个油饭看起来不错吧？我本身爱吃油饭吗？我本身蛮爱吃的。香吗？香，但有的是比较软，比较湿，对不对？它是属于粒粒分明。那你喜欢吃哪一种的？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吃粒粒分明。那刚好符合你的胃口。刚好符合我的胃口啊，这也不错。寿司，我故意都叫比较特别，看得出来吧？有扇形的，还有这个特别的花，这个没看过哈、哦，完全没看过。真的，那个好像草皮哦。这个、啊、草皮哦。好，就吃这个好不好？现在一直讲来。它里面好像包肉松之类的，外观漂亮，刚刚吃起来就花寿司的味道，这经验感稍微普通一点点。自杀好了，好，冲着这句话来。好吃，我看他那个也蛮多人拿的。是啊。这个有没有印象啊？高雄一条100，对，我们那时候叫更大条的那种，这是普通啦。然后有包紫米啊，还有包一个蛋。哇，这个花寿司蛮好吃的，包紫米这个，你吃看这个扇形花寿司。我觉得它的寿司都算是中间中间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吃一吃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就直接在车上做结尾啦，因为外面雨下大了，一瞬间就下下了。对对对，想说快点上车，快点上车。如果我还会再来这间的话，我会叫这个臭豆腐，因为就在门口而已。重点是真的很臭，还可以内用。对，再就是那个烤鸡，现烤现吃，真的挺香，挺好吃的。寿司的话是属于平价寿司嘛，你要吃它无特别味道可能还好，因为它就是一般的花寿司，但是外貌真的很漂亮，像我刚才点那几个特别的，的确是买回去大家都会觉得可欣赏又可吃。好啦，那这几间哦就推荐给大家，那我们的影片结束了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，你看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，爽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
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什么为止啊？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